大家好，我是旗士店的店长哦。本来没有要办跨年的活动啦，那因为店友哈、哦、线上敲碗哈、哦，敲碗店长要办这个活动，店长想一想，好，还是办好了。那我先说奖品哈、哦，奖品的部分呢有吉雅避震器，后面的基本款。那如果你想升级高阶款的话，加点钱就可以升级了。然后还有一个折价券哈、哦，就是吉雅避震器的折价券。哦，那再加上就是贝奈耶轮胎，哦，一对前后一对，随你选。如果你要大闪，也给你，哦，真的随你选哦。然后再来就是固轮课程，哈、哦，两名哈、哦，两名固轮课程的部分。啊，还有就是兔骑士的35公升的防水背包，这些大奖哈、哦、是需要有来店的维修室。至少做基础保养为就是换机油这个部分的人才有机会拿到。那你如果没有来过换机油，或者是做一些基础的保养，或者是换轮胎什么之类的，无所谓。你在12月底之前啊，活动开始之前来这边登录过资料的人，一定有你的名额，有机会拿到大奖。活动里面还有三个趣味竞赛齁，第一个是斤斤计较。哦，斤斤计较这个细节到时候再说。然后还有一个是七龙珠，上次大家都玩过了，哦，可以翻看以前的影片。然后最后一个是趣味计时赛啊，希望是越野车，哦，越野车有越野胎的，或者是你 MSX 改越野胎的比较适合。报名费的部分呢，就是提前报名就是300块哈，你可以网络上汇款，网络上报名汇款。然后或者是现场报名，当天报名的话是400块，希望大家当天都可以抽到不错的奖项，谢谢大家，跨年见。